以礼待人，希望咱西藏一旦成为咱台湾、咱世界最美丽、最朴实的所在啦。哈，我有件认同感受你的理念，我感觉在此我前世大错特错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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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我就让你和平天发一个民主，我甲游击暂时停战，我两个手牵手，心连心，来去实赛古早味，来咱西港社区营造计划的单位来去试试，听讲今仔日非常的闹热。是啦，安尼游击当归杀人魔，准备会在咱这个所在非常正侪单位，大家拢真有特色。我准备当归杀人魔王打到现场观赏，和平天赛故事了，故事了。天地姻缘几时有啦？会当听我和平天赛宣传。真是我一般的现得了，来各位观众朋友、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厉害啦！我们今天最大的神秘嘉宾，来和平天才，请问你们知道和平天才？来，和平天才来，自己来，奶奶啊！来来，哦，和平天使，我们的和平天使，你奶奶啊！我是谁啊？你干哪？哎，好了，第二节的，来，麻烦你。我们现在哈有三个选择，麻烦你们考虑一下，谢谢。有三个选择，一个是零擦汗，一个是擦梗汗，一个是零梗擦。啊，安尼有困难无？无啦哈。救命！就这样，就这样习惯。好，我们数到三，请问和平天才是什么？